我发工资了，老婆，那个钱都在这个卡里。你给我干嘛呀？但是我得跪下给你坦白个事儿。你跪下干嘛呀？不是，起来。就是工资我自己留了50块，然后我平时买个水啥的，我坐个公交车啥的。你先起来行不行？大事儿要事儿，你跪这儿干啥了？乖，干嘛起来？对，不发话，我不敢起来。我啥时候说？你咋回事你啊？俺女婿工资都给你了，你就留50块钱吧你？没有啊，你不是不是阿姨，那个魏魏收我工资是为了我好，他说他帮我存钱，他怕我乱花。怕啥了怕？一个男的成天在外边，手里没有钱咋弄你？啥时候说的？赶快起来，赶快起来吧，快起来！我不敢起来，阿姨，我说完我才敢起来。就是今天的快递我都帮你取回来了，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你看你这快递以后能不能少买点啊，这还有十几个没取呢。 我想着咱俩以后得过日子，你不能这么花钱呀、啊。你说啥呢？咱一个月少买一两件行不行？你咋回事你啊？以后这钱你别管了，归小事管。可不敢阿姨，我管不了钱。你怕啥了吧乖？有我了我还治不了他了，拿过来给乖乖，你管管住，赶快起来起来起来。哎呀阿姨，我闹钟响了。哟，那个你俩先聊，阿姨我到点了啊。到啥点了？这大半夜了乖，你干啥了呀？我到点了，我该借热水给魏魏洗脚了。啥？洗脚啊？对，我每天都得定时给他洗脚。老天爷呀，你这脑是越大越欺负人呢，你是啊？没有啊，你没有？小陈能撒谎吗？还给你洗上脚了，你真是越大越多精，你是？来，你坐那儿乖。啊。你去接洗脚水去。阿姨，这个不合适。没有啥不合适，乖。男的时候是用来挣钱的，我看看今天谁敢让你给他洗脚去。你还在那干啥呢？你还不敢帮我接洗脚水去？